Test. 我们都听过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故事，让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。当那日临近，全城的人都在庆祝逾越节，并一起聚餐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和他们一起守逾越节，加上他知道他的时候已到，为此聚集他们一起享用最后的晚餐。 当他们晚上一起坐席时，他告诉门徒说：“吃这饼，喝这酒，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和血，与你们分享。” ，耶稣被出卖了，卖他的人和他同席，同吃饼，也同饮葡萄酒。晚餐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平静地告诉众门徒说：“他们都要背弃他，就如同牧人被杀以后，羊群就分散了。”门徒们低声不敢置信，耶稣却向他们保证说：“这事之后，我要复活，并在你们以前。”
往加利利去，然后他前往一个称为克西玛尼的园子去祷告。当他祷告时，他要求门徒们要警醒守候，但一连两次他们都不能守住承诺，而在他需要他们的时候都睡着了。这是要给守候的士兵一个暗号。当犹大交付了这个亲嘴的暗号，兵丁立刻拿住耶稣并带走他。当下门徒都在恐惧中逃跑了。这一切事的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彼得独自一人远远地跟随，躲藏在差役之中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此时祭司与长老们要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。到了早晨，耶稣被交给了巡抚比拉多，他转身朝向聚集在他面前的群众，并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我释放谁呢？是耶稣还是巴拉巴？群众回答说，巴拉巴，巴拉巴。然后比拉多问他们，那么耶稣我要怎样办他呢？他们极力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于是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，并说，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群众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，又嘲笑他说，恭喜犹太
人的王。就强迫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，然后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。他们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，他却不受。他们拈阄分配他的衣服，看是谁得着了什么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
与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财主名叫约瑟，是玛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，又将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封好，就离开了。次日，祭司长们想起耶稣曾说三日后他将要复活，于是吩咐人把守坟墓，以防他的门徒将他身体偷去，再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在七日的头一日早晨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从墓门口滚开。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来寻找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他已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妇女们看过空坟后，又害怕又大大欢喜，就按着天使的吩咐去做。忽然耶稣在他们面前显现，并重复天使说过的，于是他们跪下敬拜基督我主。Amen.
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是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耶稣被捉拿时，他最亲近与最信任的门徒不认他的时候，当他走出欢呼迎接的耶路撒冷群众，而进入高喊钉他十字架的暴民当中的时候，耶稣从来不曾背离天父的旨意。当所有的事情看来都落空，一切都失去意义的时候，耶稣却得胜了。脱离十字架的阴影，我们得以重生。脱离受难周的阴影，我们从黑夜进入复活节的早晨。唱哈利路亚，牧师已永远挪开。脱离阴影，出死入生，我们要跟随复活主基督。Thank you.
十八页好吧。